近日，赵本山女儿球球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近况视频。视频中，球球迫不及待分享喜悦，还举着戴起戒指的那只手，凑在镜头面前大方展示自己的订婚钻戒。球球手上的这只钻戒看起来耀眼夺目，钻石镶满一整圈，非常晃眼。最大的那一颗堪比鸽子蛋，富贵逼人。除了耀眼的钻戒之外，球球还晒出了自己的衣帽间内景。她坐在衣帽间里，地上堆满各种名包首饰。球球在视频中晒出这些东西后，引起了网友的一阵热议。有网友表示，球球晒出钻戒有点刻意炫富了。实际上，这早已不是球球第一次被指炫富了。此前，球球在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几块手表，并顺带烧上了手表的价格，其中有一块手表价值32万。当时有不少网友表示，球球这样的炫富行为不合适，而球球也做出了回应。他在一次直播中表示，没觉得这样是在炫富，自己就是个普通人。其实球球只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希望网友们也不要太过恶意的去揣测。